者方慧宗台北报道。英国男星盖瑞欧德曼 GARRYOLDMAN 演过前英国首相丘吉尔 Sir Winston Churchill 1874-1965年以电影最黑暗的时刻 GARKESTHOUR 赢得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影帝，而当时被丘吉尔称为原菜头 TURNIP 的怀中挚爱宝鸡 Brigade No. 765怀表，一奇迹似的回到片中主人翁手中。宝鸡为此打造一只复刻怀表，真实还原了丘吉尔最为重视的私人物品。根据宝鸡记载，丘吉尔当年所拥有的宝鸡 No. 765怀表是一只具有3万报时里双锥真迹尺码、表两道浮台功能的精密实际，由丘吉尔的祖父第七代马尔伯勒公爵 John Spencer Churchill 于1890年向宝鸡定制，后来成为丘吉尔养蜡的随身实际。直到今日，宝鸡的计时码表以耐用性与精准度而广受赞誉，现今许多腕表作品都可以见到这个项功能，并且体现时尚品味。丘吉尔的原菜头目前保存于英国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 IMPERIALWARMUSEUM 的丘吉尔暂定式Churchill War Rooms 至今依然运行如新。盖瑞·欧德曼以电影最黑暗的时刻演活前英国首相丘吉尔，丘吉尔的宝鸡怀表也随之入境，突围剧中一幕 Brigade 提供宝鸡为电影最黑暗的时刻复刻丘吉尔的原菜头。 Brigade 提供宝鸡计时码表以耐用于精准广受赞誉，出了一款宝鸡现代作品 HERITAGE 传承系列5400 18K 白金计时腕表 Brigade 提供